祝你生日快乐，你说什么？祝雨辰生日快乐！好，谢谢小朋友的祝福。来，我们来看雨辰今天的愿望是什么呢？来，雨辰手手合起来，我们一起说，你想要什么呢？好，雨辰说出来一个生日愿望。大声一点。你有什么生日愿望？还没想好哦。是吗？那你要等想好再跟我们说，是吗？那你要先谢谢谁帮你准备好这么多东西？大声，谢谢。谢谢姑姑帮你准备这么多好吃的东西跟大家分享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给雨辰掌声鼓励鼓励。